瑜伽课能玩出多少花样？一个执着瑜伽课38年的中国品牌，带你领略国际时尚魅力。3月5日，型男汪东城、陈亦如、翟天临惊喜亮相该品牌的秀场，陪你起航。身为好兄弟的陈亦如与汪东城，更是互相调侃起对方来。大东和亚瑟王，谁更胜一筹呢？是的，那我们一直在努力朝。听说你那个终极班要拍，终极班6吧，终极班7。我亚瑟王先去找汪大东，有机会再回来一起拍好了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没找到汪大东前是没有要回去拍了。一边的翟天临当天也是恰逢生日，在马来西亚拍戏的天临回到祖国过生日还是十分开心的。不过多喘的是，回家的航班给整整延误了15个小时，可把我们寿星给累坏了哦。就是今天是我的生日，特别的巧。然后呢，昨天从马来西亚赶回中国的时候，我坐了马航，然后非常幸运的，我那个马航延误了15个小时，对，然后结束了我去年的最后一天，所以去年的最后一天确实跟像我昨天一样很忙碌，很辛苦，然后所以很透支。所以但是那也是收获的一年。那么今年的话，我觉得我是个演员嘛，就跟这个劲霸做衣服都做了已经38年了，我也希望我能够演这么长时间。非凡娱乐上海报道。